像每天，你昨昨天每天都是做两次，洗澡前跟睡觉前一次，然后你昨天还不舒服，今天起床就已经很 OK 了。他可能比较大。
就是很久昨晚这样吃过，我还奶他们两个人，好奶。那对不起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男生还蛮厉害的啊。我说，就攻击我只会打篮球。你好过分哦！而且他都死了，因为已经打就在广秦球而已了。我知道两个最大造门猛，那条线攻击进去，我以最大四造门猛的前排，因为前排打不到，就是一个前大造。对，我这个球打死，进去就很难的。那个女生都站在中场行动啊，所以你要回到前面偷懒就好。他也没办法翻译，就这样子。不是，他是要掉跟他的人底下变这样。只有这一招。对呀、啊，这。他们。